我们有分中地县新书中杜县家公园阳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菩萨。
当中众也大神在紫禁城啊，来各位杨忠一位天皇圣君圣驾，所以讲，你看伊的脸啊，是拢穿伊个脸啊，包括后壁拢有这个囝仔扮，拢都有伊个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杨国哦，对这个平安要紧哦，这个新春七旬哦，非常的用心啦，哦，非常的用心。包括咱的新将哦，咱新将组，咱的前组长来介绍，
咱个大船个身上吼，有七十二尊，拢家己游泳个，拢毋是外口个，拢家己个。游山人员哦，真辛苦啊！他就是。
咱即马即种成就吼，有时仔就赢，咱才会赢。恭迎玉皇宫太上开天，至如一粒寒金，得到梵天地主，普天之下玉皇上帝封驾。